嗨，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汉语老师 Coco，我来自陕西西安，欢迎你们来西安玩哦。我性格开朗，善于发现问题，并且解决问题，因此我可以用简单有趣的教学方式以及方法，让你轻松愉快地掌握教学内容。你们看。这是我的证书，这是由 IPA 国际协会认证的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。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文化、中国旅游、中国美食，我们可以边学边了解。总之，我们的课堂氛围是非常的积极、轻松、愉快的。我是一名有责任心。爱心以及耐心的老师，希望在未来的汉语学习过程中，有我伴你成长。这段旅程将是你记忆中的彩虹。